没有打过禅七的人，听说打禅七，以为很好玩的一件事，跑跑坐坐，这有什么呢？可是啊，你这一参加就有点受不了了，跑的时候跑得天昏地暗，坐那儿的时候坐得腰疼腿酸，真是不容易受。各位要知道，就是在这不容易受，你要能受，那就是一个人波罗蜜，忍耐。你有忍耐心，就能到彼岸；你没有忍耐心，就在此岸。要啊，不能忍的要忍，不能做的要做。所以叫打禅期，就像挨打似的。可是这个挨打呀，是自己愿意的，不是啊被打的。好像那个犯法的人，被人呢抓去了，拳踢脚打，那你忍不能忍的也要忍了。现在俺们自己也修行，所以也要不能忍的要忍。不受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你要经过一番的寒冷，那个梅花开的时候才香呢。你要受过一番的苦，将来你呀成就才会甜的。你要人暂时的痛苦，得到永远的快乐。你看一看世间上哪一个地方是一个安乐土，是一个平安的地方？在这五浊恶世啊，可以说处处都是麻烦。俺们修道了生死，把轮回脱了，那就没有麻烦了。怎么叫了生死呢？了生死就是我愿意活着我就活着，我愿意死啊我就死啊，随时随地就可以往生。好像那个三祖僧璨，他说你们看见坐着往生的，有的站着往生的啊，我来一个特别的，叫你们看一看怎么样啊。他往前一跳，抓住这个树枝子，一个手抓着树枝子就往生了你看妙不妙？这就叫来去自由。还有你们应该呀学这个赵州和尚，赵州八十游行脚，我以前讲过，但是有人没听过的，所以我再讲一讲。这个赵州和尚啊，修到八十多岁了，可以说是一个开悟的人了，开悟的和尚了。有问必答，谁问他什么，他就能答复，能答得出来。那有一天呢，人就问他了，说：“哎，和尚。”这个里二外八是什么？请问和尚，里二外八是什么？问他，他不知道了。
不知道，但是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吃的东西，他就说拿来给老僧吃了他啊。那么他说这句话，那么这个人呢，问他这个人以为他就知道了，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，结果他还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他只知道是个吃的东西啊。自己回到疗房也生大惭愧，怎么李二位八是个什么东西还不知道啊，这个吃的东西叫什么名字呢？哎，得要去问一问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，要出去参访去。参访呢，就到各处去学习，这叫参访，行脚参访，就是要走路，背这个司礼亭背的，啊，要去参访。参访他已经老了，这个机器呀、已经都要坏了。不能走路了，腿也不帮忙了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他就和这个侍者商量，这个侍者大约十八九岁的样子，他就说，哎，我和你借一点东西，你可不可以借给我？这个侍者说，和尚你借什么东西啊？他说你就说借不借就好了，你不要问我借什么，一定是你有的东西。那么这个侍者，今天这和尚要借他的东西，这不能说不借呀，说好了，那我要有，和尚你愿意借什么我都借给你，只要我要有这个东西我就借给你。他说好了，那你现在回去睡觉去，就叫这个侍者回到疗房里睡觉。这个老和尚就坐起怪了啊，怎么样坐的怪了呢？他把这个侍者这个灵魂呢，就给在这个侍者的身上给现丹了，他自己这个灵魂呢就跑在这个侍者的身上去了。那个侍者的灵魂呢就跑到这个赵州啊，这个老的这个身上。那么这个东西借好了，他就起来去到方丈室里。那么这个侍者是个年轻人，睡觉睡醒了，自己变成赵州这个老的样子了。赵州呢，变成这个年轻的了。这个侍者就大哭不止，说你真害死我，怎么你把你这么个老的房子给我了，我现在我这个年轻的房子你把它住上了，这怎么可以的。跟赵州说，你不要吵，你现在呀在这代理我做方丈啊，我出去啊到外边去玩一玩啊，你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，等我回来的时候还给回去你，你不要着急。侍者一听和尚这样说，没有法子了，不借也借，这个已经都变了，这个样子变了，所以赵州啊换一个年轻的身体啊，又能跑又能拿东西，也有力量，所以到北方去啊访这个李二外八。到天津一看呢，人正是做那个窝窝头，用两个手指头在里边，四个手指头在外边，就这么做这个窝窝头。做这个窝窝头，他就问说，哎，你做这个是什么？告诉他这是窝窝头啊。那么他知道了，这回来把这个年轻的这个身体呀、又交回给这个侍者啊，他又自己呀还用这个老的。那么这就叫来去自由，愿意借其他人的身体都可以的，你们谁要有这个本事啊，
那你们就不要参禅，不要打坐也可以了。有没有这个本事，那就不要怕苦，不要怕艰难，用功来修行，到看看是怎么一回事，不要这个半途而废，坐了几天觉得腿也痛腰也酸就受不了了，那才没有出息的，那见了硬就投降了，这个终究不是一个法器，要是个法器就要坚忍耐劳，不要怕苦，等一等各位要打起精神来用功，不是坐那儿要睡觉的，坐那儿这个参禅要参的，你一定要常常用这个功，你功用好了也不怕冷，也不怕饿，也不怕渴，也不怕疲倦，什么都不怕的，不渴不饿不睡都可以的，要有这种的能力，那你的功夫就会成就了。